点解唔娶我啫？未储够钱啊嘛。买少件嘢啦。尽量啦。一世都唔结婚，你会唔会觉得好恐怖？好恐怖，你订都唔肯落，真系有啲恐怖。你一世唔结婚得，但系嗰层楼系写我名字，落咗都可以塌订嘅啫。唔系唔紧要，你嗰你都可以唔娶，但系你嗰层楼个名写我就、OK。现实咯，成日话啲男人长唔大，错晒，根本啲男人好快长大，就呢啲咁嘅古惑仔，根本就一早长大都系扮细路扮低能。我讲啦，系嘛？成日话啲男人唔大，根本就系啲男人系其实好醒噶，喺度扮扮细路，喺度氹啲女啊。聪明伶俐咯，嗯，又机警又就得人，又靓，又有才华，又索，又好身材，乜都有噶，除咗冇男人应该有嘅嘢之外。咁冇完全呢啲系 feel 都系直头系冇诚意咯，你个八字点啊？天作之合啦，我觉得一对男女可以一粒一突先至可以长久啊嘛，两个都太冷静，同埋两个都太嘈咧，都唔能够一齐嘅。通常都系一个嘈，一个静，一个白痴，一个正经。咁你就话我白痴？我系白痴，我系白痴。咁所以呢两个人就点解可以走咁即系喺埋一齐咁耐嘅原因，就系因为佢两个都有对方冇嘅嘢。啲白痴境界系咩啊？一个真系好聪明嘅人先识白痴嘅。男人偏向第一个感觉都紧要，即系咪？即系个即系我第一个感觉，哇！呢个女仔系你啦，咁你就先会想去了解佢。我都觉得系，系啊系啊，我都觉得系。我成日以前细个成得啦，下一个问题。哎呀，都市恋爱根本咧就前世注定嘅，成日分手一齐，分手一齐，呢啲就叫掟煲唔掟盖。得閒嚟翻食有餘菜。你真係個天已經有結局，你真係要散咧，係因為你要還曬前世債先散到㗎。哇！你聽啦，以我嘅理解咧，張志明欠咗阿春嬌好多，佢應該前世對佢屋企好差，所以今世有排還。你應該，我同你講，你應該係前世救咗幾村人，幾世都救咗幾村人，所以先識到你。係啦，唉，我知道你講呢啲咁嘅無聊嘢㗎。其實咧，個影響好好嘅，我覺得係令到好多嘅男造就咗好多愛情嘅，即係我哋係幫人造就咗愛情嘅。好多人係睇到即係婚姻介紹所啊，唔使啦，就咁 send 翻就 I miss you 出去搞掂咗，即係幫咗好多人。梗係啦，溝女嘅，唔好咁講，可能嗰啲係真係要等我哋出現咧，即係你情我願咯，係啊，等我遇著痴粉客四個字啊嘛，四個字下個遇著痴粉客，冇錯。